不会吧？我不可能让岳父上台吧？有可能吗？啊，好啊！大家好，我们是。这一路有他们陪伴着我，我才可以继续坚持在台上唱歌。不会吧？我不可能让岳父上台吧？有可能吗？啊，好啊！哇！哇！哦，终于上台了！这个没上台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好紧张。他真的一直在很紧张。好，我们先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是。我们是。哦。这一次的演唱会要当作没有明天的在唱，然后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倾囊而出，就我所爱的、我喜欢的、我享受的，都想要跟大家一一分享。那我所爱的，怎么可能少了这个美好的画面？对呀、啊，这一定是有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刚刚看到那个画面，觉得一一圆满，这就是我心里觉得很向往的其中一个画面，就是跟我的姐妹们一起站在台上。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今天不只是我们三个人站在一块，还有我们的小妖狗，真的三加一。这一首歌叫做是我的歌，叫做《给小孩》，我自己很少在舞台上演唱，对，那这一次很开心可以跟两位姐妹，而且在这么有意义的时刻，三加一合体的时刻，可以唱给小妖果这个小孩，我觉得不只是献给他，也是献给我们在现场每一位的朋友，你们也曾经是小孩啊，对不对？永远都不要忘记那个很单纯的小孩，很简单就很快乐的小孩，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长大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灵魂都可以保有那个很纯净很简单的心灵。也许有好歌声抚慰了人生，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彩排，对不起，没关系，你说。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哈、啊，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我交代他带卫生纸，姐妹真的是，真的有欸、姐妹真的很值得托付啦。来抽取式，哎、欸，你那个地方竟然可以放，可以放麦克风吗？有什么？啊，
去。如果你也很感动，我还是有啦。有吗？对，就是有无限量的抽取。我的衣服很日常，还可以放麦克风，这真的很棒。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我看见你微笑像天使，这就是爱的奇妙。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让心跳不会变老。欢迎来这美丽新世界，让眼动一个一个世界。谢谢，谢谢我的姐妹，谢谢。